每一年我哋喺聖詩主日同喺耶穌苦難嗰日咧，同大家做耶穌基督受難死嘅時候咧，大家都係用一場聚會參與嘅方式去宣讀。呢個原因就係非常簡單而且明確，就話俾我哋聽，主耶穌基督嘅苦難咧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份，我哋係共同一齊。我哋睇下我哋今日所讀嘅約伯啊馬豆所記載，佢話當時十二個人之一叫約伯斯伊斯加馬，佢對司祭長話：我將耶穌交俾你哋，你哋願意俾咩我咧？於是大家就約定俾30万。在我們的生活之中，我們都很多時候，我們有基礎的世界，我們有想得耶穌，然後我們自己說耶穌會明白，所以我們願意為這個世界放棄了耶穌。譬如舉個例，當我們應該要祈禱的時候，我們會說我今天不如祈禱，耶穌會明白，於是我們將耶穌擠。如果今天我對一個人發脾氣，我睇見佢，我就開始唔開心，我鬧鬧佢死死下。鬧完之後，我發現我自己係做得個人地方做得唔好，我會點講？我會話：主，你明白，你明白我哋嘅。嗱，我哋講咗呢句説話，我哋就自然係卸曬個責任。又壓時間一樣。佢諗住耶穌一定會，耶穌點會俾佢做成啫？於是佢將耶穌交俾過38次，就佢自己攞。到時耶穌甩咗身出嚟，咁啊，可以一切嘢當發生唔到。耶穌基督佢在佢自己同門徒喺一齊，在佢仍然生活喺加利納亞文化。甚至去到耶路撒冷，佢都再三清楚話過，佢要佢哋家自死。但係第三日啲嘢唔好，當時猶太人唔係冇擁護過耶穌，佢哋擁護耶穌。當耶穌真餅事件啲奇蹟發生之後，聖經講得好清楚，佢哋想要擁戴耶穌為王，佢哋覺得跟從耶穌搞掂曬。唔使辛苦，唔使食，唔使做嘢，就有得食。如果病咗，耶穌會醫；如果死咗，耶穌會復活。世上邊有第二種生難比呢個生難更苦？不過當佢哋一去到耶路撒冷，跟從耶穌去到耶路撒冷，發現耶穌要被人捉咗，要被人判罪，於是佢哋就死。因此，頭先我喺聖詩遊行之前，我已經講得好清楚。我哋人所睇到嘅，只係短暫嘅。乜嘢先就係我哋真正能夠睇得人永恆，即係我哋嘅心。我哋甚至睇唔到一陣間會發生咩事。我問你哋，你哋邊個知道一盞凌晨咗之後會發生咩事？轉個彎嘅話，會遇到邊個？你唔知。但是如果你的心灵是跟从耶稣，你会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是一定在耶稣基督是有安全的，你是平安的。这个只有你的信德，只有你的心灵才可以告诉你的，你的眼睛是看不见。福音预定在当吃晚餐的时候，犹大师其他的门徒与耶稣一齐麻痹。耶稣话：你哋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嚟，门徒就非常之忧虑，话：系边个？系边个？耶稣话：同我一齐将手杖指一个就出嚟。传统嘅以色列嘅晚餐，
係主人，佢最尊重嘅嗰個客人，或者主人佢最錫嘅、最愛錫嗰個家人，係主人最愛嘅物品。由達斯將手同耶穌一齊揸喺鼻子入邊，係顯示出耶穌係幾咁愛達斯。由達斯問：唔通係我？都是我出賣你，正如有陣時我哋夜晚黑我哋祈禱嘅時候，我哋反省一日嘅罪，我哋有冇祈禱，我哋都會諗下，我真係唔該，我要改過，還是我哋只係覺得呢個從泥色嘅，所以我哋只係啊，我罪我罪，我哋重罪咁就算數。聖經入面講，耶穌對約伯斯話：你要做。仲有啲乜嘢係比佢悔改係更重要？耶穌要求約伯斯要悔改係快啲，不過約伯斯改食咗啲月餅之後，佢未改錯。約望我福音特別講咗一樣，有四個字：那時正是黑夜。甘願走入罪惡嘅黑暗之中。我哋三番四次被主耶穌呼喚回歸、悔改、更新，呢個就係我哋四旬期所需要做嘅嘢。我哋悔改、更新，不過我哋四旬期已經無法做好多。今日開始，我哋就行四週。我真係想問下，我哋喺呢個四旬。我哋有幾個係真正更新？我哋係唔係一樣人之受苦之？我哋有冇為此而願意犧牲下自己，去幫助一個我哋需要去幫助嘅弟兄姊妹？耶穌預言咗撒多羅在雞之前佢三次否認耶穌，撒多羅當時佢係世上聽絕對唔會，我絕對唔會。但我大家知道，在雞蛋之前，撒多羅的確係三次否認耶穌。我同呢個人冇關係嘅，佢唔單止係我唔識呢個人，不過我同呢個人係冇關係。不過現在唔係雞蛋使到撒多羅。因此，在佢三年祈禱嘅時候，佢見到個門徒跟住教，佢變咗話心神不定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咁，因此我哋點可以得到力量呢？我哋唯獨只能夠靠天主嘅力量，單獨靠我自己。當耶穌其實受審判的時候，耶穌是很少講說話。幾時是耶穌講說話？當那些人問耶穌的身份的時候，你告訴我，你究竟是誰？你是不是天主子？耶穌從來沒有覺得自己需要謙虛一點，或者忍讓。
呢個身份嘅時候，耶穌係清楚咁講出：你真係，我就係天主。因此，耶穌向我哋表達咗好多時佢嘅真正身份，係我哋自己有冇去留心嘅。耶穌從來冇去隱瞞佢自己身份，冇。當嗰啲人真正話你係天主嘅子民，佢就講得好清楚，我係。但當其他人做盡一切侮辱佢嘅時候，問佢説話，佢係唔明白。嗰啲人拉佢一巴，你講下，我先邊個打你？耶穌佢講嘅全部都唔明白，所有人都係。佢只係因為佢認識到佢個父係幾咁愛呢個世界，佢個父愛呢個世界愛到無以復加，因此佢作為佢自己個父嘅親子，佢自己明白到佢個父親係幾咁愛，所以佢自己做到佢父親同樣嘅嘢，願意為我哋犧牲，願意為我哋死。除此之外，佢作為一啲説話。需要解釋，當我們在福音裡面聽見主耶穌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時候，被人來到加以釘住，甚至釘死的時候，他連一個反應都沒有，是當時有一個叫亞拿尼亞約瑟的墓穴，其實耶穌不是因為自己而死於自己的罪，耶穌的死是死在我們的心，因此耶穌的墓穴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心，是我們的罪促使耶穌的死亡，因此耶穌的墓穴，耶穌的死亡为耶稣作好的人，他所有的人就是我们，我们的人。因此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听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受难的过程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答案，是表示